已经上来了，这是脐带，这是它的肚子，好，这是它的胃。何诗竹是知名的妇产科医师，曾荣获国际妇产科医学会的女医师杰出贡献奖。在工作上的严谨专业是她出了名的坚持，对待每个到诊间的病人，她总视病由轻。这个是才生嘛？哦，这个才生的，所以还在婴儿室里头。Okay. 当年她看见妇女朋友需要而选择妇产科，用双手迎接与挽救许多新生命，如今即使已达退休年纪，仍怀抱极大的热情，继续委身投入医疗服务领域。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金玉。今天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呢，他非常的特别，他是妇产科医师，也曾经获得十大妇女青年奖。他用他的双手迎接了无数个新生命的诞生，也用他的专业知识帮助了很多女性朋友解答私密的问题，真的可以说是妇产科里面的杏坛女豪杰。我们要欢迎的是何诗竹何医师。你好。你好。你好，何医师。其实当医生要面对好多好多的人，但是你小时候的个性是很害羞，很内向。是，原因是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开始读书的时候，是大概还不到五岁，因为那个时候幼稚园很少，那我母亲觉得说为了方便，就让我跟邻居的一个姐姐一起去上一年级。那因为个子很小，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要躲警报。一警报一响，全部都要赶快跑。那书包又重，里面有算盘、砚台，那就拼命跑，拼命跑。那我常常就，因为个子矮，常常有时候被人家撞一下就摔倒。那有一些才艺的东西就跟那个课业不太一样，也做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常常很胆小、很拘谨，也很羞怯。可是小时候一年。差很多哎，你好像差了一年多嘛，将近两年。这样的话，等于是中班的年纪朋友去上一年级哦。那老师有没有特别照顾你？我怎么记得那些，只觉得以前的老师都很严格，也很喜欢打手心。不过也很奇妙哦，就后来，你就脱离了这样的一个窘境，是因为你生了一个病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得了中耳炎，所以那时候变成每个礼拜要去。台大医院看一次病，很严重哦。对，也经常痛。那个时候可能，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常常要去，做一些治疗。那也常常耳朵痛。那既然我比较也差了一年，所以就休学一年。那这一年对我是蛮重要的，因为那段时间呢，我就得了很多空闲的时间，读了很多的课外书。那个时候我母亲用一种当时的那种草纸，在厕所用的那种草纸，那种草纸跟现在的卫生纸是不一样，非常的粗，纤维也凹凸不平，她就叫我用那个来写毛笔字。那我刚刚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写上去，因为那个笔韵下去一笔写下来有很多空白之处。那刚开始写的时候就会气的，就会哭起来这样。后来越写越顺手，那时候就会感觉到说，任何事情你只要尽力去做，大概总是还是会做得好的。后来那个我记得读到国文一句话说，人一几十，人十几百，虽愚必明。那我就说，哎，这个很有道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好像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那等我再回去学校以后，因为那一年的年龄还有心智上的差距就拉近了，那以后对我这件事情，对我的信心的建立，还有跟同学相处的那个成熟度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个时代的女医师其实不多。你为什么会立志想要当医生呢？记得是在我高一的时候，有一次我读一本读者文摘，上面记了一个医师，一个美国籍的杜里医师。那他在服兵役的时候就到了辽国的北部。那因为当时的医疗，那个地方的医疗缺乏很严重，
结核菌的结核病很普遍，所以他就为那里的人服务，而且特别为他们设法募款建了一座医院。那他虽然在那里服务时间不是很久，也鞠躬尽瘁以后就离开世界，但他的那个故事啊非常的感动我。那我就觉得说，我虽然很喜欢文学，很喜欢艺术，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并没有那种才情，那我觉得至少可以做一个医生，至少可以帮助一些人，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想要学医这样。但很有趣哦，就是当何医师他决定要去行医救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项挑战，也可以算是一项隐忧啦。因为高中有一堂课就让你很深切的了解到，其实你很怕解剖，对不对？对，高一的下学期还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一女中那时候，我们的生物老师带我们去参观那个国防医学院。那参观的地方是那个解剖教室，很奇怪，一到门口就有很大的瓶子泡着那些四肢啊、脏器啊，那还有一个娃娃。那然后接着他们就进去里面了。那我因为很害怕，我就从前门溜走，跑到那个出口的地方去等大家。那所以我虽然想学医，但是这个解剖，对解剖的害怕一直是我一个隐忧，一直到真的大三的时候上解剖课为止。何师竹儿时就写的一手好书法，而练毛笔字的过程使他体悟到勤能补拙的信念，也使他的性格变得更有耐心与毅力。这份坚毅他也放在信仰追求上，也因而帮助他靠着这股坚持克服工作上种种难题，成为一位优秀的医生。其实他的这个对医疗工作的执着应该是来自于他对信仰的认真。我觉得他是一个从工作从生活里面把信仰活出来的一个人。他曾经说，我可能不会像很多的传道人啊，到处传福音，但是我很认真的去关心我每一个病人，用我自己的专业把他每一个人的病治好，用最大的关心去关心他们。像他每一次要开一些比较难的刀啊什么的，他都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哦，去翻书去查那个文献，就是找出最新的怎么做法，或者应该怎么做是最好。他花的功夫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个人呐。当然有时候在开刀，我说有时候也会遇到，即使你很小心很那个，也会出现一些很难预期的一些难处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他真的是就请我们打电话过来，请教会为他祷告了。那刚好是个祷告会，所以我们当时大家都为他祷告。那件事情也是很奇妙，就是说后来他在上 table 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他说，那个病人的血止住了这样子。何医师呢，他因为立定了志向要坚持到底，所以他也必须要去面临他最害怕的东西。当然我想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咯，第一堂课解剖课那是怎么撑下去的？那到那一天要进解剖室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选了自己合适的手套就下楼，那个楼下就是我们的解剖教室。那我就撑到最后我才进去。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男同学在动那些身体，因为泡久了有一点僵硬，那个景象更吓到我。那我就低着头走到我分派的那个部位，眼睛就只看那里，周围什么都不敢看，这样子过了差不多。你被分配到什么部位？我分配的是一只手，还好，一只手臂。但是每一天，就是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别人介绍我今天的进展。比如说我今天拨出来哪几条血管，哪几条神经，我今天走到哪里，要展示给别人看。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看别人的地方。那当你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那个学习的迫切感也可以减少你的那个惊慌，
因为我们解剖的那个尸体是一个年轻人，他全身都看起来蛮健康的，肌肉也很壮实，但是他是被一颗子弹打过他的心脏。那你看到那个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就被夺走了生命，突然你觉得很悲哀，所以那种悲哀的感觉啊，就代替了那个害怕。所以我的害怕也大概没有多久就不见了。反而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去会思考生命的一些问题。所以在学习身体构造的同时，慢慢惧怕没有了，但是升起了另外一个疑惑，是生命的起源。那你是去哪里找答案？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需要知道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在我所看过的一些探讨的一些学说也好，书籍也好，唯一有解释生命的起源跟归一的就只有基督教。所以那我很自然的就会就是看一些基督教的书。我也有一位同学，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带人家去教会。那所以他最容易教动的人就是我。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我觉得我那一段时间大概就是非常的执着，就是要找出我认为生命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充满了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个是非常的吸引我。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跟我的课业有关系。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解剖完以后就是生理，那你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人的构造从细胞然后变成组织，变成器官，一个一个器官构成一个系统，这中间的那个衔接非常的完美。我就从人体的这个法则当中觉得说，不能不相信我们人是神按他美好的旨意所造的。你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实习或什么的过程中特别有感觉的吗？大家都知道说这数十年来人类的那个配方奶已经大量的代替了这个母奶，原因就是去研究这个母奶的成分，然后再把它配成跟母奶的成分靠近。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 baby 早产的时候，这时候妈妈泌的乳汁跟足月的妈妈是不一样的，因为新生儿的肠胃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它里面的蛋白质会比较少。那为什么后来又有了早产儿的配方奶？那就是因为我们去研究这些妈妈的奶粉，妈妈的这个母乳的成分，才去把它配成这个，所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其中的这个奥秘啊，实在是，我们其实每一个医学的进步，就是因为当我们对这些东西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清楚的越多，我们才能够在医疗上面才能够做得更多。所以我相信妇产科医生要不相信上帝有一点困难。你在受洗的那一天发生了让你很难忘的事哦。常常在生活里面就是好不容易忍耐了几天就又发脾气了。那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因为有一件事情就对我的实习医师发脾气，他不知道我发了脾气，因为我发现他没有换好药。那我就用红笔写了一个纸条给他，表示我很不高兴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然后就留在那里。结果我一看就发现那个医师从头一天值班他就一直都还没有做完他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刚刚才结束他的工作，所以我错怪他，所以我就把那个纸条就撕掉了。撕掉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懊恼，觉得自己今天又失败了。那我到教会的时候其实聚会已经晚了，那正要开始洗礼，洗礼的时候那一位妈妈就长辈就坐在门口说：“哎，今年怎么你又没有受洗？”
我说我还是没有准备好，他就说我们永远也准备不好。那那天我觉得特别需要，所以他就临时就写我的名字，那我就披上那个白的袍子上去受洗。那那一天就是在最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我受洗了。那时候我就明白说，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如果我们一直靠自己，可能永远也做不好。那一天开始起，我就不再看自己了。那一刻的心情，那时候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真的，比如说我以前穿衣服又怕这样穿会不会这样不好，或别人会看我或怎么样，因为每天的需要的我所照顾的病人的需要量很大，已经没有时间去看自己了。那另外一方面自己也觉得说在上帝面前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大部分的这些病友的困惑就是我在怀孕期间我吃了这个药，我因为牙齿痛照了一个牙齿的一个 X 光，是不是这个会影响胎儿？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当你花一点时间跟他讲清楚以后，其实可以留下很多宝宝。何施主从人体结构中发现生命起源的奥妙，因而信主后的他领悟出生命的可贵，也因此他特别用心在病情的研究及病人的心灵关怀。感谢主任，您真的是大我的大恩人啊！谢谢您。在路上偶遇过往病患时，常常是病人热情地向他表达感激，这也是何施主行医之路最大的满足。常常假日他还是去开那些为着妇癌为着妇女的一些生存或者是那样的一个会议，他常常都是很据理力争或者是恭亲的去做这一些事情。刀子口豆腐心，刚认识他的病人一定会觉得说何医师怎么那么凶，下次可能就会怕他，可是认识他久的病人一定都知道主任只是因为性子急。当然我必须承认，我 case 抱不好的时候，主任也曾经摔我的病历。我在陪他开刀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主任一样会拿钩子来敲我的手，主任一样会很大声的骂我怎么没有认真。不过你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们现在去带年轻住院医师一样，我们一样会跟年轻住院医师讲以前何主任就是这样教我。我在想你要挂他的号也没有那么简单可以挂进去，以我这种 case 的话因为蛮紧急的，即使是健康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但是就是不舒服，所以我就很幸运的，也就是说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可以让何主任来看我，所以他一看马上不对，就隔天就开刀了。我想尽办法说我要怎么样去回馈，怎么样去报答他，可是他怎么样都不收，他怎么样都是，他每次我说，每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我说主任是你救我，他每次会跟我讲说不是上帝救你，你看他就是这么的谦卑。为什么在实习之后呢何医师会选择妇产科？其实你有很多科可以选择嘛，对不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台大医院实习的时候，那有一个病房里面都是子宫颈癌的病人，晚期的病人很多，那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那时候就拉着我说如果说早一点有你这些女医生我就不会那么晚去看医生了。那这句话就让我觉得蛮觉得说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就是说或许我们做妇产科医生是可以更容易去帮助这些女性。他们需要一个可以信靠的同性的医师，让他有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可是你看在妇产科里面，因为有时候你面对的是
一群好，你说比如说子宫颈癌好了，可能接下来他们要步入的是人生的尽头，然后下一秒你可能要去迎接的是一个新生儿啊，哦，那种心情你怎么去调试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在我就是刚医宣毕业以后，刚进入做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因为台北荣总是一个重症很多的医院，所以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25岁的女孩子，是就要面临很多重大的一些生死的事情，嗯嗯，有时候也要帮病人做出决定，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个信仰帮助我的话，我就觉得对我自己也蛮困难的，要不然可能我就要变成一个比较酷的医生，我才能够不顾这些事情。嗯嗯嗯嗯。那所以这个对我也蛮重要的。那至于说生死的情境的转换，不同的场景，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因为你还有一半的时间你是看到那个新生命的诞生，充满了希望的。嗯嗯。但是在你刚刚讲过，就是在产房其实瞬息万变的耶。对不对？不要说产房好了，甚至像怀孕的妇女，她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的那种决定要不要孩子的过程里面，她们就会去问医生，可是你又无法告诉她说你留下这个孩子我可以保证100%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又不会希望她们把这个生命给牺牲掉，这又是一个很痛苦的这个选择，然后你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大家来询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大部分的这些病友的困惑就是，我在怀孕期间我吃了这个药，我因为牙齿痛在照了一个牙齿的一个 X 光，是不是这个会影响胎儿，我不小心照了一张胸部 X 光，那其实这些都是有证据的，比如说我们根据的过去的经验说，事实上放射线对这个胎儿的损害，真正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就只有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的那些数据而已，所以从那些看起来，其实照一张 X 光或者是甚至照了几张 X 光，其实那个量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会说，那你要保证我的小孩正常，那我就告诉他说，一般的就是背景上面就有1%的小孩会有严重的异常，有6%的小孩会有一些小缺陷，啊，这个是不管你有没有吃这个药，不管你有没有照 X 光，就有的机会。我只能告诉你，你现在吃的这个药不增加风险。那因为我们的药都有分级，比如说 A 级、B 级都是在怀孕期间可以用的 ，C 级的是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用的，那事实上大部分的药在市面上病人可以自己买到的药连 C 级都很少，那我想就只有证据让他放心，那当然因为医生也很怕医疗纠纷，所以有的时候在病人很大的压力之下，有些医生也会说，那你自己决定要拿掉，那就照你的意思，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当你花一点时间跟他讲清楚以后，其实可以留下很多宝宝，留下这些宝宝也让我这个行医生涯里面，尤其是这些年来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包括有一些先天性是不正常但是可以矫治的小孩，那我们经过充分的諮商以后，帮助病人找到一条可以行的路，后来都是有很多很美好的成果。所以上帝常常用这个病人回来对你的感谢来安慰你哦。到外面去的时候，碰到一些场合，就有人就带一个小孩来跟我讲说：“哎，这个小孩是当初我很担心他吃药会有影响的，现在他是我最聪明的小孩。”这些是或者是我打了德国麻疹的疫苗，有人说不能留这个小孩，因为你查了数据告诉我不受影响，你看现在这小孩他现在要结婚了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妈妈，她怀孕期间
他因为吃了一些药又发烧，所以有别的医生建议他拿掉。那我告诉我就也是跟他解释，那花了一点时间。那因为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虽然非常担心，但是还听了我的这个意见，就留下这个小孩。现在这两位，都是医师。当然，因为何医师他的医术还有他的医德，让很多人指名找他。同时，在30岁的时候，您就获得了十大妇女青年奖的殊荣。因为是一个医院，国家重要的一个重症的医院，所以我在专业上也蛮得到我的长官的一些，他们都蛮喜欢我，觉得我很认真，所以我在写我的这个自传的时候，也就比较用心的写了一下我行医的一些理念。那时候我除了在荣总上班以外，我一个月也有2次到一个育幼院里面去，帮那些小孩做一些义诊。那些小孩都因为100多个小孩总是久不久有一些这样子的病痛，那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打电话给我，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能够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保险，也能够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事情不晓得为什么也被一位那个采访新闻的记者也知道了，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因素，我就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女医师很少。那去领奖的时候，我看到那一些其他的就是说受奖者，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我一样，也不显眼也不出色，只是在我们的专业上各尽其责而已。那只有一位当时认我很仰慕的作家，就张晓峰女士以外，其他我看啊，我们每一个只是努力工作的人。有这样一个机会，也让我觉得说，好像也是算是为上帝所用吧。何施竹怀着史怀哲蛮荒行医的情怀，在资源仍然缺乏时，接下台中荣总妇产部主任，撑起整个妇产部运作。行医35年，他早已是妇产科名医。慕名而来的病患虽多，但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坚持用心。台北的话，上面资深的这些主任啊什么也是蛮多的，虽然很多事情你没办法独立的去做，很多你的理想很多做法他都没办法去表现出来，那就要如果他到这里来，他自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法去做，应该是能够实现他个人的一些理想。民国80几年的时候，那子宫颈癌蛮多的，那我们平常一个礼拜我们都接触到子宫颈癌好几个个案，那主任就发奋，就派我们全科人力，我们去全台湾，可能是中南部了，这些地方，我们去偏乡做抹片。我们提出这个防治计划的时候，卫生单位都大力支持我们。事实上，从每礼拜一到每礼拜天，我们都是会一个人甚至两个人要出去乡下，从苗栗、台中，甚至彰化，甚至比较南部一点的地方，甚至近年主任来去澎湖做一些子宫颈的抹片。那么多年来，我们的确发现子宫颈癌症的确是大幅度的降低。癌末的病人，他常常鼓励他们说，你就快乐的去生活，让你的每一天过得很快乐，甚至鼓励他们去旅行，以至于很多人也因着他的这种鼓励跟放开心，然后在病情上也有进展，然后在最后的那个生活品质上也没有留下一个人生的遗憾，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医疗跟在人情上兼顾的一个医生，对病人来讲是很棒的。在台北荣总服务了有11年哦，这期间呢是结婚生子，但是后来要搬到人生地不熟的台中，到台中荣总去开疆辟土哦。我开始想要做医生是因为看到有人在这个蛮荒之地行医，那结果自己在了一个设备最好的医院做了这几年，有时候心里会有一点愧疚感的样子。那知道台中是一个医疗比较缺乏的地方，那台中荣总的设立也是因为免得那些
中南部的农民去跋涉，其实民众也未尝不是这样，常常为了要看病跑到台北，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去台中去帮助这些人。那我记得大概我去了台中大概第三年的时候就怀了我的老三，那个时候因为只有除我以外只有两位主治医师，有一位又出国进修，那另外一位呢他不是做癌症方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一天会有三个癌症的手术，那都是比较长的手术，我就要跳台，第一台做另外一间，先他们先开始，我跳过去，然后这边结束再跳回来，从早上8点钟开到最后一台开完，是往往晚上也是8、9点钟做了三台手术。那时候我就常常觉得我这个小 baby 真是跟我相依为命。人手那时候不足嘛，对不对？工时就必须很长喽。后来慢慢你就在子宫颈癌的宣导上面就开始比较着力。那时候子宫颈癌曾经是我们女性癌症当中的第一名，死亡率是女性癌症当中的第三名。那时候子宫颈癌的病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常常我们的病房一半都是子宫颈癌的病人。那子宫颈癌是一个可以借着预防跟筛检就在癌前期就被发现的一个病，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那时候筛检率很低，全国的筛检率都不到10%，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蛮迫切的。所以除了在我不管我们到台中一开始我们的门诊就全面做抹片，只要来的妇女一年之内没做的一定要强迫她做，那我到外面的公保门诊也推广这样的观念。后来我就向卫生署请了一个计划，就做缺乏医疗资源区的那个抹片筛检，做了有10几年这样。那后来这个当时我做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光靠我们这个荣总的这个 group 是没有办法做多的，所以我也做了很多宣导的事情。其实我还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不大喜欢出头露脸的人，但是那个时候为了抹片，好吧，我就说把我的名字借给抹片用好了，所以我常为了这个抹片，所以有这个报社的记者每次要来医药新闻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谈这个问题。他们那几位记者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叫我登这个？我说这是可以预防的病。所以后来卫生署也有很多计划，后来这个抹片就变成很多医院都在做。那我们是确实是最早去这样大规模去做的，是我们开始的。对，不过这样的宣导真的对一些妇女来说是相当有用的，就让他们至少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风气看待这件事情，也比较不用那么在乎外界的眼光啊，然后也知道这是对自己身体一个很好的保护。但是你们到偏乡去的时候，偏乡就是因为宣导不够嘛，那你们又要在那儿做抹片，有没有发生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南投县鹿谷乡的洞顶村，有一天晚上他们那边是白天的，所有女人都去采茶，所以那个地方有五十几户家庭，结果那天晚上我做了90几个病人，那天也印象蛮好的。还有一次刚开始去澎湖做的时候，有一天第一次去做，我就没有想到那天登记了500多个人，一天来了500多个人，我也吓坏了，他们的那个局长也吓坏了。或许他们你也来我也来，他们反而觉得说真的这件事情很该做，所以他们都乖乖的一天，有些人回去煮了饭再来。那天到晚上9点钟终于把这个，我大概8点多钟下了飞机，到晚上9点多钟居然把这500个人都看完了。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说宣导的效果是蛮好的。所以听到你的这些行医的一些理念，其实跟你的信仰好像都有一些相关，哎，对不对？比如说你们是低最低的剖腹生产率，最高的哺乳率，对不对？然后是这种偏乡的抹片服务，毕竟在北荣也好，在中荣也好，都是在这种设备最完善
吹着冷气的开刀房里面工作了数十年，那出去的时候会给我有一种当年那种行医的那种情怀，可以得到一些好像就行出来了，自己也有一种满足感。那也有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好了他们的病人，那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哎呀，上帝好像让我，耶稣好像让我做他的同行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感觉觉得特别好，就我是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们在电话里聊天，聊完了我说最后说，我说你还最后要跟妈妈说什么吗？他说，妈妈，我希望你那个放风筝手的线要放得长一点。那我就知道他就是很温和的告诉我说，对，不要把它约束得太紧。难得的空闲，何师竹和先生小儿子可以共聚一堂，享受煮咖啡的乐趣。看，他的先生黄卫因常年在外地的基督教医院服务而无法天天回家，夫妻俩虽聚少离多，却因着信仰彼此信赖且间谍情深。因着这份相信，他无悔支持先生扛起照顾一家大小重责，而在繁忙工作与家庭生活，他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哲学。他对孩子在课业上，他鼓励，但没有那么好像说多少分数就让他觉得很生气。可是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们，比如说黄院长去美国的时候，他会带着孩子有一些机会一起去那边看一看不同的世界。他有很多的方式让孩子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学习，也因着这样鼓励他们去成长。那像真的我到要离开这个谭雄龙总去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当时的难处也蛮大的，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孩子，一个高一，一个国三，一个小学四年级，所以基本上来讲，但是说整个家都要他去照顾。因为我是礼拜一去普里，然后礼拜六才回来的，所以在这个阶段里边，等于说很多孩子的事情他都要照顾。啊，记得有一次还蛮好玩的，那时候好像就是自己不知道，不知道是调皮捣蛋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妈妈还蛮生气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等于说正在被揍，然后后来就忽然有个电话打来找他，然后他就停下手边骂小孩的工作，然后开始很有耐心的去跟人家讲话，等于说扮演好他的角色，那还是很就是即使他那时候可能心情并不是很好，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完之后，然后再回去，然后再继续，对啊，就是在教训。何师竹他不仅仅是一个大家称赞的好医师，他也是一个被孩子尊重的一个好妈妈，而且他还是这个苦守寒窑15年的好太太。为什么说苦守寒窑15年呢？因为长达15年的时间，你的先生是没有办法天天回家的，对不对？因为他，我们到了台中以后，就说，过了12年。他又觉得说有更需要的地方要去了，所以他就去了普里基督教医院。那所以有15年的时间，他是周末才回家。后来他又去了屏东基督教医院，所以他周末才回家。他常年在外，你都没有反对。第一就是说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去反对他，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在工作。第二，他去的时候也有很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也让我觉得说很敬畏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给他这样一个使命。你们怎么维系感情呢？大概就是信任吧。我相信他，一定是这样待我的。我也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子待我。我觉得就是，其实圣经上有蛮好的话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最后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在讲他教会的关系。其实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们有同一位神。那也有些人说，你怎么那么信任你的先生？我觉得有什么不好信任他的呢？上帝会管他，哪里是我管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种很笃定的一种相信吧。我是这样子觉得的。那你跟孩子的互动，还有他跟孩子的互动，应该是有一些不同的，对不对？他常常补我的不足，那我还是尽量让他们我想小的时候是比较重要，每一个时间我也尽量都利用到。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唐诗啊，或者是圣经节啊，我觉得很好的，我就会用毛笔先写个大字，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先生开车的时候，我就会就会给他们看。他们有的时候字不是很认的很多的时候，他尤其喜欢看。那所以从小就可以借着这些，也等于说，教学也做到了，也可以让他们的那个人生观啊，人生的理念啊，也可以建立。就是尽力让我们相处的每一个时间都是快乐的时光。那后来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我们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怎么样？他们说，你还不是总是带我们去玩吗？所以他们都觉得蛮好的，我们没有强迫他们做功课。不过一般的基督徒家庭就会觉得是我照顾上帝要我照顾的人，所以上帝会来照顾我的孩子。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母亲来讲，可能会有一些你要去调适的地方。比方说好了，你的三个孩子，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那你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不是适合你们的，或者是说你也必须要用可能上帝的眼光去看上帝要放在他们身上的职分，但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不会强制我的小孩说希望你们一定要做哪一行。像我的大的小孩，他从小对于那个科学就非常的去喜欢去思考，那我就觉得让他去多做思考的事情，所以他学的是物理。那我的第二个是女儿，她是一个非常关怀别人的一个小孩子。所以她后来念的是那个台大的，她念的是土木系，以后台大土木系以后就念城乡所，她也常常去关怀一些弱势的人。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她特别行侠仗义啊，这会不会让你担心啊？会让我担心。他常常去做，比如说在那个乐生帮助乐生疗养院的时间上面，他也是有一些侠义的行为，常常让我心惊肉跳的。他在台南的时候有去就是抗争这件事情，那有报纸上登他被摔倒的那个。我就急死了，我就赶快打电话找他。他说：“妈妈，我没有那么笨，他要摔我，我就顺势给他躺下去了，就一点事都没有。”是，让他慢慢长大。不过我觉得，包括对孩子，有时候我们也要建立在把他们放在上帝手里的这个信心。否则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担忧，其实孩子担忧不完的。那就是要建立另外一种信心。对，我就觉得说，我要把他交在上帝的手里，不要脏他，还要老是他大了还要把他搂在怀里。他自己也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在电话里聊天，聊完了我说最后说，我说你还最后要跟妈妈说什么吗？他说，妈妈，我希望你那个放风筝手的线要放得长一点。那我就知道他就是很温和的告诉我说，不要把他约束得太紧。对，不过话说回来，老大他跟你有一点像，就是他在物理里面他最能够感受到上帝的那个厉害，
跟他觉得那个是跟他啊，跟上帝最靠近的时候，对，就跟你当初学医的时候，对的那个很像，一样，对对。当母亲真的是一门课，尤其是你要，你最爱的孩子，你会觉得你可以掌控，但是你 no， 你要把那个交给上帝的时候，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尤其虽然老三是行医的，好像继承了你跟先生的衣钵，但不见得爸妈是医生，他就一定可以一帆风顺哎，对不对？但他可能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要自己要去奋斗的。古时候说有衣钵可以继承哦，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也没有一个什么一个诊所医院去给他继承，他还是要在他的专业上自己去好好的去努力。那他也对这医学上面有蛮深的兴趣，那他也会为这些病人的迫切的需要感受到他的那个一种驱动，他一直要努力。所以我也觉得蛮欣慰的。最后何医师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分享的吗？因为我是妇产科医生啊，所以我还是想要跟女性朋友讲，就是说看妇产科是跟我们看眼睛看内科一样的重大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讳疾忌医的。另外我也想要跟年轻的朋友讲说，大学时代还有寻求信仰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当中各种事情奠基的开始。我觉得，我也鼓励年轻的朋友，要在你可以在寻找的时候，要去寻找真理。当医生可以救人济世，也可以功成名就，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会往后者来看，比较不去管孕妇的肚皮而跑去帮别人拉皮，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赚钱的管道，但是也形成了可能在台湾里面的一个医界的一个警讯。相当重要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科目有越来越少人去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一个很棒的榜样。何医师从小其实在立定心志当医生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要往最需要他的地方去，最没有资源的地方去，最需要他的病人越多可以救人的地方他就愿意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走过了上百个乡镇，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医师她所行出来的医术和医德，同时我们也见到了耶稣基督救人救世的精神。何医师，谢谢你。老朋友孙悦，真是，我想我们的主啊真是无所不在，随时都在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你看看我们这位行侠作义的这个何世竹何医师，他做了好多好多事，但是他自己有的时候因为情绪的问题一下子进入教会，就这样的那一天他就信了主，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人的服侍，我们看见了他的女儿跟他一样，有着这种正义感，为一些对的事情在争议。各位，神无所不在，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就能成为他主内的弟兄。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借着何医师他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信主的那份感觉是那么样美好。祝我们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也许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进教会，可以受洗，或者有人劝他进去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犹豫。无论他过去是什么背景，主，你让何医师的这个见证使他有感动，能够找到了机会进到教会，接受主成为他的救主，
成为他生命的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让他跟他的家人生命完全可以改变。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这些朋友们祷告，希望他们很快能够进入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朋友，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我反正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其实不是，不只是为善，你没有宗教信仰你也可以为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做不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找到了真正的一个目标。当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了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帮助我们的时候，真的我们的机会来了。愿你相信耶稣，愿你信了耶稣，上帝赐福你。